你记得我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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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我那时候很胖。你现在是太瘦了吧？在意你曾经吻过谁，也不在意你给惯的谎言，只要你能给我一秒都珍贵。阿布看到我会有什么反应呢？他会忘记我了。你们好，你好，请问你们贵姓？我们是哇，你们打工请来的 VIP。哇，你们好，欢迎。你们穿的好像是结婚哦，甜点达人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帮你代位 ，H2， 谢谢。谢谢，哇，你穿的很美。小公主跟小王子。而且你绑我最常绑的发型。朋友，好久不见！嗨，第一次见到，请进，请进。我们有带伴手礼，请你们吃吃看。是我创办的两个品牌，挖 Cookies 跟挖 Bakery。谢谢，谢谢。然后我们最近有跟全家联名双起灵，还有一系列。对，卖饭是，谢谢。想吃啊？这超好吃的，古娃娃的饼干，那是古娃娃。先吃。我很喜欢它的饼干。好，你看，他忘记我了，样子变态多了。其实他刚真的，他一看忘记了。我等一下考他。你记得我吗？请问耗子？哎，是。你记得我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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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来过我们家？啊哇！你去过人家家？对，进入人家的婚姻。但是我那时候很胖。对，难怪我。哇，你现在是太瘦了吧？哇塞！你认真记得？不是，方便问一下为什么去？拍影片。拍片。这里是哪里？之前的美食节目。不是哦，宣传你的书。宣传你的书是这样啦。对。我记得。我不在意你曾经吻过谁，也不在意你给惯的谎言。